而且我一直很困惑，为什么在我的梦境中看不到其他人，比如说你或者萧雨，为什么偏偏是林燕呢？童风啊，你看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你们俩都是同一星球的人，所以说你能看得到他。教授，我看您比我还能写故事。放轻松，别想那么多，我倒是有个事儿啊，还不是很肯定，你来帮我看看。孩子，你来看啊，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做助教，这是我们研究室所有人的合照，但是项目组人太多，我就不知道这个照片上和林业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他到底是谁。确实长得很像，可是不可能有人几十年过去了还保持容貌不变吧，这个人会不会跟林业有什么血缘关系呢？孩子，不管是不是，我都希望你能远离林业，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不希望因为他让你再次受到伤害。教授，当初要不是你，我可能走不出当年那些阴影和噩梦的，也许这一辈子也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。我一直把您当成亲人和长辈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听您的。孩子，这么多年你去了那么多地方游历采访，我真的希望你一直都平平安安的。知道。对了，教授，我能不能翻拍一下这些照片？你又想刨根问底？既然看到了就不能坐视不理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作为记者敏感度还是存在的，或许这一次我能搞明白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。好，埋在你想拍就拍吧，但是要记住不要冲动，安全第一。谢谢总统，欢迎今天能来我们森泰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森泰的实验室，来，你请进。这里是我们森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筹建的实验室，我们的人员技术都是世界一流的。这儿呢，是我们集团最新的研究方向，我们有一流的提取技术，相信应该刚好跟绿创集团互补。确实不错。感谢江总的安排。绿创和森泰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工作伙伴，回去之后我会尽快和林总说，希望能够合作。雷公，绿创能将新能源资料无条件地分享给全世界的科研人员，才是真正让在下佩服。如果真的有机会合作，相信根据森泰掌握的提取技术，正好可以大展拳脚。期待合作。期待合作。这边请。请。您请。好，请留步吧。雷公再会。再会。走。您没事吧？沉睡太久了，身体素质大不如前，再加上我的体质似乎与这里并不契合，
始终无法使用灵力。看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。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了，绿创的代表非常满意，相信不久之后就能签约。不过这火王项目到底是什么？这种能源难道真的值得您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林业周旋吗？这不是你这种低能的人该问的。我让你找的东西在哪儿？你要找的东西在一名古董收藏家手中，可是对方十分顽固，无论出多少钱都不愿意割爱。我会马上再想办法的。看来我还要亲自去一趟。这幅唐代仕女图是赝品，即使纸张和颜料都接近当时的用料，但从笔触技法来看都只是赝品。你什么人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已经虚弱到控制不了一个地球人的精神力了。你做什么？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江浩明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愿意高价收购您的藏品，价格您开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的藏品一件都不卖。别给脸不要脸。你的藏品来路不正，我们都不找人鉴定，愿意高价收购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不卖的，你们赶紧走啊！再不走我可要报警了。这么多锦盒，不知道我们要找的东西在不在这儿。早知道应该问清楚再动手。
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安排，让他再次亲眼见证挚爱死去的瞬间。洛林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我派人查了童风，他果然有古怪，我担心他接近您是有目的的。我从岛上回来之后就找私家侦探调查了童风。这个童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，他在这个领域算是非常的活跃。他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部做过实习记者，在许多敏感地区做过自由记者，他甚至还在路透社做过助理。我觉得到这儿为止他的履历非常的完美，但是奇怪的是他在出国前却如同一张白纸，连家庭地址、籍贯甚至父母姓名都没有。后来我通过其他渠道得知，他的父母其实是死于一场车祸的。有大半年的时间童峰在一所青少年救治中心接受治疗，这个救治中心只是一个官方的名称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收治精神问题儿童的机构。有人说童峰父母的死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资料中也提到了，在出事前7天，童峰说他梦到过父母的车祸，并且亲眼见到父母死于这场车祸。如果他不是有预知能力，那他就是这场车祸的重大嫌疑人。可那时他只是一个未成年，而且精神有问题。林总，您看我要不要继续查？虽然说到现在为止童峰没有太多反常的举动，但他毕竟是一个精神病人，我们对他的处理是不是应该谨慎一些？我知道了。要不然我派人24小时盯着他。不用了，谢谢你的资料。那童峰的事情我再想想，明天给你回复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回去了。预知？难道地球人中也有超能力携带者？尊敬的领导，朋友们，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到森泰博物馆的剪彩仪式。我是森泰集团总裁江浩明。森泰的提取技术可以弥补火王计划的缺陷，是绿创生态不可多得的合作伙伴。而且我与江浩明相谈甚欢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眼光和格局的人。当然了，今天只是见一面，具体合不合作还得看你。有关森泰的报告书我昨晚已经看过邮件了。我昨晚3点才发给你的，你什么时候看的？你不知道老板不睡觉的吗？你用太阳能吗？不用充电的。等你真的完成火王计划，到时候人类就有更新型的能源，还真的就不用充电了。首先我要感谢这些为森泰博物馆提供藏品的广大收藏爱好者。这次的收藏工作相当困难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，我相信今天咱们一定不会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。此外，
我们森泰集团一直致力于慈善方面的发展，森泰博物馆收入的每一分钱我们都会用于慈善事业的发展。不过森泰真的是公司合作的不二人选，但是有一点特别可疑，他们之前完全不是做这个领域的，可是他们的产业结构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你觉得一个集团突然做出根本性的结构调整是为了什么？这我还真没想过，这不是老板才该想的事吗？我会想的。不急，慢慢来。在此我代表森泰上下所有员工感谢大家的到来，我宣布森泰博物馆开幕仪式正式开始。好，来，大家请。我们先进去吧。这边请。这边展出的藏品是一件商朝晚期的青铜器，青铜容器在古代常常被用作礼器。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藏品，二位请。谢谢。哎，你品味怎么这么独特啊？对美女不感兴趣，却对古董这么热衷。你知道人们都说对古董感兴趣的人都是老头子吗？哼，你不用说，我就是一理工男，对古董不感兴趣。雷公，哎，江总，江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呐。好久不见。绿创生态林业。林总，久仰大名，一直都是在电视上见到您，今天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啊。您的到来真是让我们森泰蓬荜生辉啊。客气。那咱们项目那事儿。哎，雷公，今天是展览，我们不谈工作。来，我给二位介绍一下这里的藏品啊。好。这里很多藏品都是私人捐赠的，都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露面的真品。比如像这件。这声音怎么如此熟悉？这件。林总。没事，他可能是碰见什么熟人了吧。没事，我们继续。怎么是你啊？什么情况？哎，干嘛？我工作呢。哎，喂，林毅，干嘛呀？我是经博物馆批准来采访文物展览的，又不是采访你。因为你，我已经从个人专栏版调到时政经济版，又调到娱乐版，现在已经出来跑文物鉴赏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已经在绕着你走了。我到博物馆来采访，难道也碍着你事儿了？难不成这博物馆也是你们绿创生态旗下的？你一定要小心那根金簪，离他远一点。为什么？那就是个古董而已啊，我又不会偷又不会抢。记住我的话，还有离我越远越好，否则受伤的只会是你，听懂没有？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有话好好说，到底怎么了？记住我的话，
远离那根金簪。寒流，离我远一些，靠近我不安全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李总，签约的事情差不多了。今天林业对我非常满意，相信不久就能签合同。干得不错，都是您教导的好。懂得自谦，有长进。李总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不太明白，可否请您为我解惑？说，这簪子和林业还有那个童风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您为何要设计二人在簪子前相见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那根簪子是他亲手打造的，而他最心爱的女人就死在那根簪子之下。你说这件事是不是让人又期待又兴奋啊？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们自相残杀，然后实现我的目标。李总一定能够得偿所愿，属下愿全力以赴。现在还差最后一步。有件事我要你去做，干得漂亮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是。救命啊！别杀人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行了行了。我求你了，求你别打了！我求你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求你，欠的钱我一定还上！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是，我是真没钱了，但我的公司有钱，我是绿创生态集团的董事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会把钱还给你的，啊！两个亿，一晚上的时间全输光，你可真够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，我一定把钱给你还上。林毅，您知道吧？就是绿创生态集团的老板，他手里有几千亿美金啊，两个亿对他来说九牛一毛啊。如果我是来要债的，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可能在这里跟我说话吗？你是谁啊？你欠的钱我可以帮你还上，但是你得为我做件事儿。只要你能帮我这个忙，把钱还上，做什么事儿都可以。江总啊，啊，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江总，江总。嗯，江总，我知道你们要跟绿创合作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多棒！谢谢江总。
你欠的钱，这些先还利息，让我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会跟你联系。江总，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，您就直接招呼一下，直接吩咐就可以。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森泰跟绿创合作，包在我身上，啊，放心。那我就谢谢了，啊，谢谢江总，再见。那你报警了没？报警？这事儿如果要是报警的话，那肯定会闹大。再怎么样，我也是当红明星啊，我可不想因为这种事情上头条。大小姐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也知道的，这人一红啊，是非就多。我这刚搬的家就被人查出来了，真是要命。要不然，今儿晚上你陪我呀？啊，宝贝儿，赶紧洗洗睡吧啊！不早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哎，别啊！你有点同情心吗？好不好？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，最近啊，有新闻报道说有粉丝在演员家洗澡的啊，还有个疯狂粉丝刺杀女演员呢。这是在中国治安好得很，太有想象力了。灯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干嘛开灯啊？哎呦，哪有那么多变态啊？我看你真是拍戏拍多了。可是，就真的很恐怖吗？你要这么不放心，那我出去帮你看一下。哎，我不让你走，就一晚，就一晚好不好？你有点同情心吗？你真这么害怕啊？行吧，那我就好人做到底，陪你再待一会儿吧。刚好有些工作没做完，真的，太好了！你都不知道，那个死变态，真的太让人讨厌了，吓得我心惊胆战的。行，等那个人一离开我就走。当然，如果外面那个人真的像你说的是个变态，那么可怕。如果他一晚上没走，那我明天一大早带你去报警。没问题，只要你答应陪我呀，你说什么都行。那，谢谢你，不谢，只当英雄救美了。反正我有英雄情节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了？就那样，我追他多。你呢？你跟林烨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俩不是都已经那个……拜托，别瞎想，我跟林烨什么都没有。哪像你说的那样？哎，你跟林烨那么熟，你知不知道林烨是不是有个什么朋友跟我长得很像啊？没有吧？
林业这个人呢，只有敌人，没有朋友，只有脑子被门夹过的人才会跟他做朋友，比如雷浩。哼，你是不是对林业有意思啊？别乱说。那你干嘛打听他的事？林业见了我就像见了鬼一样，巴不得我赶紧消失呢。不会吧，林业这个人的确是非常讨厌，但他还是很绅士的。嗯，反正听他那语气，好像以前有个女朋友，而且是很爱对方那一种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分手了。嗯，林业他有女朋友？你在开玩笑吧？像林业这种人从来不会喜欢别人的，当然也不会有人喜欢他，他就是一朵骄傲自大又自恋自私的水仙花。我告诉你，他要不是雷浩的朋友，我早就揍他了。听你这口气，好像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怎么就那么怕一个偷窥狂？怕？我魏永倩怕过谁啊？要不是因为怕上头条，我早就去收拾他了，是吗？嗯。是我，是我，雷浩，你疯了？你干嘛打扮成这样啊？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你不准走。你什么时候变偷窥狂了？我在网上看见有粉丝骚扰永倩，我就……所以你是担心永倩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就是顺路来看看，顺路的。哎，谁会全副武装成这样来顺路啊？让你承认担心我，就这么难吗？没有。所以你就是看了网上的新闻，担心永倩的安全，才在楼下守着，就是这样的呀？没有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是很担心我的，对不对？么么哒。好了。你俩慢慢聊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怎么这么坏啊？明明担心我，就直说嘛。我一看到你就压力大。林业到底是谁？他身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我就不知道这个照片上和林业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子，他到底是谁？记住我的话，远离那根金簪，还有，离我远一些，靠近我，不安全。一直都觉得你是耀眼璀璨的星辰，是带着光环来到人间的天使，而我呢，我不过就是一粒凡间的沙子罢了。我的生活很枯燥无味，所以我一直都逃避你。我觉得配不上。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你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。鲜花也需要牛粪的滋养才能够更鲜艳嘛。
你说我是牛粪啊？你说呢？你说是就是了。磊浩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就能为了你慢慢退出娱乐圈。以后不要再跟我说分手之类的话了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。傻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林业和童风之间怪怪的？你也觉得他们俩怪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说他们俩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不会吧，林业这个人没有感情这根筋的。哎，这样吧，童风这次帮了咱们，咱们啊也帮一回他们。一个是我的好兄弟，一个是你的中国好邻居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怎么样？要是为了林业，我看就算了，但是为了童风嘛，我必须得帮。成交。这么晚了，睡觉也不关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用高出市值5%的价格收购你手中的绿创股份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签字的人不止你一个，现在绿创大部分的股份都在我的手里，即使你不签字也无伤大雅。但你欠的那些债可不等人。我抢完了。拿到钱之前，有件事情还需要你去做。什么事情？尽管吩咐，我照做就好了。是吗？对。杀掉林业。开玩笑吧，做什么事都可以，杀人那是要犯法的。你一定会去的，因为你没得选。杀掉林业。杀掉林业。杀掉林业。今天是和森泰签约的日子，你在这干什么？